我不吃青椒，就不吃青椒，再逼我就疯掉。把讨厌青椒唱进歌词里，这群小朋友有人弹吉他，有人拿 keyboard， 摇滚架势十足，台风稳健，不输大人。打开碗就尖叫，我尖叫就疯掉，我立刻就马上收到往门外跑，我宁愿292 Oh my god， 我的天，拜托不要。懂创作的爸爸将阿密特开门见山改编成我不吃青椒，影片一推出受到网友欢迎，而主唱 Ariel 年仅7岁，从小就爱自弹自唱。我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，月光下转身，那就是你。无论是钢琴还是吉他都难不倒他。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，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，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，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。小小年纪展现音乐天赋， YT 频道近2万人追踪。最近他与同年龄相仿的乐团摇滚小小兵合作，帅气狂野模样也备受网友欢迎。我讨厌就讨厌吃香菜和青椒，本来就很难吃，为什么要骗我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